外面开机。Welcome, use Cashler punching machine. 这个调压力先把克制放好啊，然后慢慢踩。Start switch alarm. 报警了，然后踩到底啊，踩到纽扣，你看啊，踩到底的时候，这个灯就亮了。你看啊，踩到底灯亮了，这个就是启动点，这里的点跟这里是正好啊，退一点不亮了啊。好，我演示一下啊，然后把布放进去啊，把电片放进去，看好了啊，正好踩到底，正好启动，这个灯亮了就启动了啊，打好了。如果踩下去灯不亮，把它从下往上调啊，调到亮为止。 OK， 然后我关机。Power off. Goodbye.